龙圣庙。今天晚上由我们罗子夏丹哥以及负离子大师为你联合喜庆元龙圣庙，庆祝城隍大二三爷伯宝诞千秋。中奖礼品，我们大头娱乐制作为您呈现元龙圣庙歌台之夜游戏节目，正式开始，欢迎飞鹰大乐队。非常有气势的歌曲，今天晚上为大家掀开序幕的，我们报以热烈的掌声，欢迎狮城小邓丽君远景为您送上这一首《漫步人生路》，欢迎远景小姐。大家晚上好。Thank you.
欢呼声和您的掌声，谢谢，也收到您的红包，谢谢。哦，谢谢，在这里呢，也谢谢负离子大师送来的红包，谢谢我们刚才的大哥送来的红包，谢谢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大姐的巧克力还有红包，谢谢，也谢谢您的红包，谢谢。那么在这里也非常感谢我们的负离子大师，还有哇，这个是有钱，哇哇哇，哎，真的我好久没有收到花了，这是有钱花吗？哎呀，我一唱有钱花就钱花来了，呵呵，真的好特别哦，谢谢谢谢。啊，我感觉现在好像在做梦嘞，我唱第一个，通常大家都知道第一个开场的时候那人还不是很多，哇，这个真的是意外的惊喜啊，谢谢。今天是我的生日吗？呵呵，谢谢谢谢谢谢大哥。那在这里呢，非常非常谢谢我们的罗子大哥、夏丹哥，啊，真的，我觉得其实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幸福啊，能够认识他。那其实人与人之间也讲求着一种这个默契以及缘分，非常的开心能够遇到这么好的一个大哥，谢谢。那刚才也是收到了红包。红包上面还有很多的祝福语，几乎所有的祝福都写在上面啊，谢谢。那么在这里呢，也同样祝愿在场的所有的好朋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我觉得这是最重要，也祝愿大家能够开开心心，快快乐乐。也谢谢我们的元龙圣庙，谢谢我们的大头娱乐制作，哎，谢谢，也谢谢我们劳苦功高的所有我们元龙圣庙的我们所有的理事同仁，谢谢。好，那接着一首歌曲呢，我想带来这首《望春风》，这个春风真的来了哈，谢谢。
熟悉的一首《福建歌》，福建的老歌送给大家。那希望我们今晚为您安排所有的歌曲您都会喜欢。好，接着一首歌曲呢，我为您带来这一首歌，就是上海去过吗？有啊，很久以前是吗？最近有去过吗？接着我要带来一首歌，这首歌呢我追忆了一下，哦，原来这首歌是上海的。那么这首歌也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曲，那这原唱者是上海，在40年代的时候一位歌手演唱的。我为您带来这首歌曲，吴英英的一首《闽江夜曲》送给您。好朋友们，谢谢送我钱花的人，谢谢。那么在这里呢，也借用大家热情发财的双手，请出我们今晚全场最优秀的司仪，我们的双语天后李佩芬，掌声鼓励。哇，好难得，今天有缘请来帮我介绍出场。各位元龙神庙的头家、理事、炉主们，还有所有亲爱的观众朋友。
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也谢谢我们劳苦功高的幕后英雄，还有所有来看歌台的 supporter。Thank you, Mr. Aguan, Holy 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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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谢谢大家。那第一项事情，因为手上很多红包哈，我要把这个红包交给我们辛苦的乐队老师，还有灯光音响老师，老师走乐。Okay, one more take. Okay. 音响老师也有，不然等一下麦克风没有声音哦。来，能报告不？能报告哈？啊，感谢感谢哈！啊，这个哈，那连音响老师拢是真正笑脸哈。哇，排队啊，排谁哈？哇，人得得啊，行路较慢。哇，这个什么安尼当啊？谢谢谢谢。葡萄葡萄，吃了葡萄，和你大家转里免惊无。谢谢阿明大哥，好你嘿嘿嘿，好你嘿啊嘿啊嘿。谢谢吉米大哥，好你嘿嘿嘿。谢谢负离子大师，还野狼过来啊，野狼几多？谢谢。那今天我们负离子大师他也带给大家呢非常多的很好的优惠，还有呢很好的产品，在我们入口处的地方，大家可以去那边走走看看一下。喂喂啊，喂喂啊，谢谢。这是我们 Henry 大哥，好你嘿嘿嘿。谢谢，这是我们彼得大哥，好你嘿嘿嘿。感谢啊，这是我们嘉明表哥，好你嘿嘿嘿，好你嘿啊嘿啊嘿。谢谢我们的这个福星高照的吴乐安丁，谢谢你啊，谢谢你。好，还有，谢谢我们的观众朋友，谢谢你的红包，谢谢你的美食。好的，谢谢。还有什么来？啊，无言花，我没有练习耶，等一下我看一下哈，看我还背得起来吗？好，谢谢你。好的，那今天晚上呢，非常的感谢大家的时间，也感谢大家哦，拿这么多的这个宝贝啊，拿这么多的礼物哈、哦，来给我们所有的歌手朋友们，大家支持的艺人朋友，那好久不见哈、哦，谢谢大家，那希望大家呢也能够呢开心每一天啊、哦，每一天都大赚钱，哎，赚大钱。当然还有我们哇，够哦，哦，感谢感谢，谢谢谢谢，今天想赏哎。啊，你送的吼，啊，这个假的还是破的，还是硬的，啊，旧的啊，咪叫旧的，你唔通给我你穿过的呢？那个 size 跟我的 size 不相像，你不能给我你穿过的。谢谢谢谢谢谢。好的，那我又回来了哈，我们的元龙圣庙，非常的谢谢我们今天晚上呢，最主要的当然就是我们歌台的赞助人以及我们的赞助商呀，他们应该有在我们的线上呢，在看我们的节目，在看我们的直播，所以呢，我们呢左手右手做个好朋友，好不好？感谢我们的下单哥罗子大哥，欢迎。谢谢我们罗子大哥。当然呢，我在这里哈、哦，祝福我们罗子大哥呢，就是心想事成。他是一位呢非常有大爱、非常大方的一位呢好心人士。那我最最最最最重要的呢，就是祝他身体健康 ，OK。哎，就是呢，日日都健康，排除万难啊呀！希望呢，大家能够呢，争取到呢他的所有的这个福气哈、哦、，Hockey 啊，不好的给啊！那希望我们的这个众神明呢，也能够保佑他，哎，事事如意。当然还有另外一位我们的商家，我们的老板，那也就是呢，时常哈、哦，可以说是我们元龙圣庙的一位，跟我们罗子大哥一样，都是我们元龙圣庙的大贵人。因为每一次我们做歌台啊。几乎呢可以说90% 的 time 都是他们来给我们赞助，那我也来了好多年，那非常的感谢，那就是在我们线上我们的负离子大师，掌声鼓励鼓励，也是我们今天晚上的歌台赞助人之一，来给所有的工作人员一个红包啊，谢谢你们，还有我们的歌手们都有得到这份鼓励。来，那大家呢，掌声，因为你们离我很远哦，掌声可不可以再更多一点点？给我们赞助人一二三，可以拿轻哦，哇啦，掌声鼓励哈，啊，这
准定当中怎样了，这个哈、啊、生活费啊都高涨，所以歌台的也不像往年一样啊、现在歌台制作费呢越来越高，越高兴哦、啊、隆重起给啊港队啊起给马路司仪落给落给。哎呦，没在没在，心里只要也在乱公文。好好，那我们呢？今天晚上呢？感谢啊、哦，我们的云龙圣庙在庆祝城隍大二三爷伯的宝诞千秋，对那年大二三爷伯福庇大家身体健康，让你合家平安哦，事事如意。那马上来，我来介绍第二位要出场的歌手。那今天感谢我们飞鹰大乐队以及我们的逸风舞台灯光一响。那第二位出场的是我们的一位的非常非常甜美的一位歌手，掌声鼓励欢迎赖不是不是叫什么赖佳咪啊，赖佳咪的大姐赖星辰。姐姐好、我们很像整个过年没有见面啊！哎、欸，是您应该比较忙，在室内比较多会吗？对对对对对对，有联络所的节目啊，那有时候联络所也有自己啊啊干地啦，跳跳舞啦，啊小朋友们啊跳跳舞啦，所以歌星方面呢可能就排的比较少一点。哎、欸，那今天看到你好，依然是这么样的容光焕发，这么样的哈、哦、呀，精神奕奕，神采飞扬。你跟谁 hello？ 是跟我 hello 吗？啊、哦，我妈咪的朋友是吧？哦，嗨，沙鸡公啊，李金博啊，恭喜你能来、哦。谢谢，刚我听到说嘉明表哥哦，是嘉明表哥、哦、啊，你有没有出国？哦，有啊，假轰啊，去哪里？巴达马。啊，也是去巴达马哦，你不要带这么多钱去啊、哦，带一点点就。你现在你现在这个年纪在巴达很吃香的，在巴达很吃香 ，OK 哈。啊，那你一个哦，就好听好听。叮叮当，那叮叮当，这个你的歌嘞，小叮当的歌。这阵无穿小叮当了，这阵伊啊衫裤真多，今日是 Transformer 的。我 Transformer 是我。哟，大哥很硬哦，非常时尚。大哥很硬，来元龙社庙这个地方应该有来表演过吧？哎、欸，应该是有，应该是有。对对对。那大家，哎、欸，你唱歌台唱多少年了？唱了，好像现在几岁了？我想一下，也就好像快十年了，快十年。中间有加休息的时间，对 对, 對，加加减减这样子。你看，你看，不知不觉嘛，就长你也高大了，你看、啊，很快。所以我们歌台不错啦，不错啦。有没有看十年歌台的朋友，掌声鼓励鼓励一下？哇，你哪看你不为国台哦？几张你有不？啊，几张你有吗？哦，姐姐应该有在歌台二十年，应该有，应该有，应该有啊！从童星就开始唱歌，对对对，从小看到大。我从那个麦克风有线啊，唱到麦克风没有线。我从歌台有多灵功，唱到没有多灵功。从以前歌台没有椅子用站的，唱到现在都有椅子。哇，所以变化都很多，对不对？当然，当然，当然，当然。哦，所以呢，希望大家继续的爱我们的歌台，好不好？哎，来，那今天晚上第一首歌曲来为我们唱什么歌？第一首要送上一首非常轻松的歌曲《恼人的秋风》。OK， 我们带来这首高凌风的歌曲，希望大家会喜欢。元龙圣庙，欢迎大家。为什么变成恼人的秋风？他把你。
是否他也真心怀念这一段情？风呀风呀不要急得那样匆匆，请你陪我去问一问他的芳龄。那我们在场所有朋友，大家晚上都好，我是赖星辰。哎，谢谢大哥，生日快乐哈！他跟我刚刚才我在后面遇到他，他就跟我说，2月3号是他的生日，刚好我有唱歌台没有看到我啊，因为他应该是去拍拖了。哈哈哈！感谢感谢，哎，谢谢大姐，感谢。啊，很久没有看到我哈，全部好像我一来的时候就说，哦，星辰哦，很久没有看到你，有没有想我？哎呦，有没有梦到我？梦见的就是你。OK， 来，今天很开心，也很荣幸，那今天有这个机会来到这里哈，为大家献唱，非常感谢我们的负离子大师呢，还有我们这个罗子大哥啊，还要感谢我们的大头哥哈，给我这个机会来到这里为大家献唱，好不好？那今天来到这里，也希望在场所有的朋友呢，希望大家这个身体都健康，好不好？事事顺心顺意，谢谢大家今天抽空时间来看我们的歌台。希望这个安排歌曲大家都喜欢，好不好？刚才啊，阿姨有点唱哦，今天阿姨有点唱一首歌，老师来帮我换一首《福建歌》。哎哎，在那里啊？等一下，我们后面风，哦，后面分，我最近，我跟你说，我这里讲话有点挡不绕风绕风。哈哈哈哈，老师 G， 谢谢你。来，继续来先送上这首《后更光》，送给你们，安排这首《半夜秀》，Jenny 阿姨，来献给大家，送给您，希望喜欢，谢谢。Sorry。现在我
谢，平安了，平安了。谢谢，好嘅，感谢。我相信，相信无人可能比我更爱你。我爱你，爱你不是你，不是只你家的你。来，三楼大哥，感谢你来拍花香，谢谢大家，感谢我们在场所有朋友们，大哥大姐，感谢这个送上来这个发财的红包哈，谢谢谢谢。好 ，OK， 那我们继续来送上了下一首的歌曲，安排一首非常轻松的一首华语怀旧歌曲，安排这首誓言细空，那细空。啊，我自从加入了歌台之后，就有知道很多幽默的话语。四元来细抠上好力囊，送给大家，谢谢。大家誓言，希望大家喜欢。这全部作曲。
剩一盘十菜饭，爱八块饮料，你搁四块？爱八块吼，加钱了。啊？加钱了？加钱了是啥物？加钱。加起价啦，起价啊，就遐尼快起价了，快起价，起价呀！十菜饭八块不要紧，你去宜顺找咱上好食的粿粽啊，无起价，好啊，粿粽王，来，让我们谢谢我们的赖星辰，谢谢，谢谢，送红包，你好。哇哦，不是红包手里滴咻，我的金，我夸赞了，谢谢大家，谢谢我们赖星辰，谢谢。好的，那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再一次的跟大家说声晚上好哈。今天晚上呢，是我们的城隍大二三爷伯的圣诞千秋宝诞千秋。是的，我们线上的朋友，大家继续给力哦。我们的网红大头哦呀，一等等你咧看，看好了，这朋友啊，甲伊分享。所以呢，大家好，好淡薄民主啊！你看，来到我们大头直播间、大头直播室，给我们的大头网红小舅的这个视频，给他分享出去哦！谢谢你们，我是佩芬，谢谢呀！你们多多分享，等我跟大头讲，不要每天半夜十二点唱歌哈。哦、好，我会跟他讲，叫他乖乖，谢谢。哦，叫陈翔，我在看哈 ，Hello 陈翔呀，我们没有想念你哈、哦，谢谢你，你五年后再回来哈、哦，拜拜。哎、欸，陈翔，我很久没有唱歌，我觉得他可能会在这个冰凌里面也在看呗，冰凌里面也在看手机呗，可以呗，晚上可以看哦。好，那你乖乖哈、哦，陈翔，我们等你回来哈，谢谢呀。我记得上一次我们来的时候呀，他还有跟我一起搭档哎哈、哦、呀，因为我们的夏丹哥也很支持他。那今年啊，不发抖了，要去保家卫国，有练完哈，好好好，大家继续帮我们留言，继续帮我们分享哦，谢谢大家。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哇，你拿假什么？哇，一人一个这个平安包哈、哦，不了，刚才。哇，网红小舅大头呀！我还不是一般的，我的规整座山啊，在后面。谢谢大家，大家讲解平安哈、哦，大家呢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啊，吃完了要安怎呢？这个吼纸盘卖乱乱夹，安尼看到帮忙咱的李叔，伊人就真欢喜了啦吼。呀，然后大家吼安尼看，会吃的朋友，加夹几个不要紧，卖怕死，安尼看就好了。谢谢大家，吃一个平安。那我们的城隍大二三爷伯，那你大二三爷伯吼，保庇大家身体健康，阖家平安，赚大钱，吼你吼子孙兴旺，吼你大家事事如意啊，获得。谢谢。那接着下来，我们马上呢来欢迎我们下一位要出场的歌手，掌声鼓励鼓励给我们的李雨涵小姐，大哥晚上好，谢谢，听众好，爱人老师好，在场朋友好，线上朋友你们晚上好，是我们的雨涵。他呢，在疫情期间啊，也是认识到我们的负离子大师，是的，也是认识到我们的罗子哥，是怎么样一个机缘之下哎修版哦？哎修版的啊？对，应该是在开直播，不是在 Facebook，、哦、Facebook 应该是我的堂舅的关系。哦，你的堂舅是王小雷，王大雷啊，王大雷大哥啊，对 ，Hello， 你好。对啊，之前我们一年哦只见这个雨涵一次。也中关辉，也中关辉是白翠耶喽，白翠耶，那你也来，所以都是一个缘分呐、啊。因为绕到现在，你看我们也跟罗子大哥，也跟负离子大师、网红小舅跟白翠啦，大家好像一家人。对，一般啊，你看 Alvin 啊，就是一般好朋友。不过也要多谢他们呐、啊，每次有办歌台都不会少了我们。哎、欸，除了办歌台没有少了你， Hello. 他们做直播啦，新年你不是也刚去站台一下？嘿、hey. ，都有。有。之前的也是有，有非常感谢他们给的机会啦，我们要这样讲，所以以后每次歌台都有我们呐、啊，一定会的，一定会有你的，你放心呐、啊，哎，从来都没有错过过，谢谢对。那哎，现在我们的雨涵呢、哦，目前呢还是单身的，跟佩芬一样啊、哎，我们是单身贵族、哦、啊，对，所以这在很好啊，所以我又担心了，为什么？因为很多我们的歌星要结婚了。有没有？你看罗玉琪
哦，要嫁了，要嫁了，3月24号。哇，你还记得那个日期啊？有，因为他发很多 WhatsApp 来。OK。沙利西也搞一了。啊，是是，也被邀请了，被邀请。啊，给一个是今年也要给，这郭妹郭妹。哦，我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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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几位，也八位，八位。我知道，我知道。对对对。啊，真侪歌星哦，哇，你看马来西亚来的，全部都在新加坡找到一个好归属。哎。那么归嘞，你看冯高美新加嫁新加坡老公，哇，杨千红嫁新加坡。很棒哎、欸，对，还有一些，哎呀，临时想不起，有一些嫁了之后就没有来歌台。我威斯，对，那威斯也是一个很棒的歌手、啊，你认识哦？对对对，认识很久。不会，有看过他，也是在疫情的时候认识。对，疫情嘛，大家互相照顾一下。哎，谢谢你嘞。是啊，我知道这个哈、哦、啊，这个谁给我的？阿东姐姐，然后这个呢，这个很特别、欸。我很喜欢这个，你知道吗？什么来的？你知道这个里面是什么吗？你不要跟我讲是阿侯老师的照片、啊。真的啊！你要看照片干嘛？我们的飞乐队老师哦，我跟你讲，里面哦，叶枪啊，嘿，来宾啊，等一下，我你上好你啊，等一下我开，我叫四个拢抢。你上好你啊，真的，你看，阿侯老师，你几个人是爱几个 girlfriend 你个？不是啦，四位在里面啦。哦，四位。你们的照片哦，你们知道吗？超好看的这个张照片，所以你特别要求他洗一张给你是吧？他那就习惯了。黄霞，黄霞你认识查宝贝，认查宝贝，阿贝啊，给你不查。哦，是的，阿弟阿伯查的阿伯给。古尼力量。他不要嫌你太小，你不要嫌他太老，可能你们可以在一起。我确实要把我的天偷偷摸摸偷。好歌好歌，来了嘿，所以等一下有时间你再开给我们看啊。是是，有会开给你们看，一定要。欸、你真的很好嘞，你是第一个要 Band Boy 老师的 OK 啊照片。我跟你讲，老师你们不要太高兴了，应该压力难卸，然后给兄弟做公头哦。COVID 的兄弟，对对对对对，哇大姐，哇这是我的。你好，这是你。哇不一样，哇我啦，哦、哇哦，来你第一首歌曲为我们唱什么歌？哇，这首歌我没有在歌台唱过了，我想说，哎，再回到这个同样的地方哈，非常感谢我们的李氏们、我们老板们、大头鱼的制作，以及我们的罗子大哥。说到李氏们啊，我们元龙圣庙啊，来朱戏吧，朱戏，朱戏吧，是不是？是不是我们主席，主席先生？谢谢。上一次我们有一个那个关老爷哈、啊，这个关公的文化哈、啊，关公文化，哇，主席忙头忙尾忙。上忙下忙里忙外，但是呢得到非常好的一个共鸣跟一个非常大家很支持，对对，谢谢哈、啊、谢谢主席，谢谢你们辛苦了，感恩了、归葬大王，谢谢。当然这首陈什么歌，陈淑萍所演唱的。哎呀等一下等一下，我切没张嘴。哇耶，阿公插棒一刀啊，哎呦，我很羡慕那个跟你唱阿公的人，女生来的啦。我跟你讲、啊，我全身的那个纹身都是我的狗，什么意思？我的狗的照片。哎呦，我还以为你的狗还会唱韩文呢。我的狗的照片来的。哇，真 sexy 啊，那位。哎妹。来，陈淑萍歌。陈淑萍的一首《遇见》送给大家。遇见。哎，我还没有听过这首歌，你看吗？谢谢我们的老师。线上的你们，帮我们点个赞，帮我们分享，谢谢。让眼泪滑落。在你温暖的手心，只为你说不出口的爱你。我的心，我的人，我的爱拢予你，望你听，烧阮的情意。无情啊，你的情。
在你温暖的手心，只为你说不出口的爱你。我的心，我的人，我的爱拢给你，帮你听，想阮的情意。非常厉害，这首歌哇，第一次在歌台唱很不一样，好听吗？这首歌好听不？好啊，谢谢来跟我听，举手。阿姐，谢谢你，谢谢你们。今天我的 Alice 姐姐没有来，她没来啊，落雨无雨就要出门啊。来，非常感谢我们送上红包的福利子老大师，谢谢你哈，感恩哈，以及我们线上的朋友，帮我们多多分享出去好不好？帮我们点个赞。好，谢谢，因为有你们的分享哈，让大家知道说，哎，我们这里有直播让大家看，谢谢啊。来到你们今天下雨天哈，所以路上等一下要小心哈，回家好不好？好，谢谢，感恩你们来看我们，谢谢大家。还有我们的 Tina， 谢谢，谢谢。他们不相信啊，是照片，等一下我开给他们看啊，等一下我一定会开，非常帅，我有看到那个照片了哈。谢谢。那接下来安排这首歌曲就是《Hokkien 歌》。那这首歌呢，非常应景，我觉得来到我们的庙哈，我们一定要上香拜拜嘛，对不对哈？才会保平安啊，大家波比波比，大家平安健康嘛，对不对哈？当然，这首《天公听懂了》你送给您，谢谢。感是咪就永远，永远无变走完，无人生别人会看，爱阮的我的世界，阮用真心来相待。相信天公人会听讲咱，相信一爱我。
情无表达的，问是最近的烦恼，爱是一生的希望，不该是你的永远，缘分无命操烦，无人生别人的烦。用心是难修来等等等等我去看我心所爱的人好吗隐隐晚晚为一起提笔爱人相信提高人的家人相信心白我妈看不到人安心心丢人只要有你听他我来陪你家人相信提供一定听到他相信你妈一定会让好人安心心丢人只要有你听他会当好变成世界上水的人相信提供人的听到他相信去买我妈看不到人人不需要比较爱是真的可能我来为你干扰相信提供人的听到他相信我一定会让好只要有你听到会当好过变成世界上水的你是 Joanne Cole 姐姐对不对？哦，谢谢，感恩哦，谢谢。啊，很快啊，宋妮就来，刚看到你，不好意思，谢谢。那歌手在台上时间非常非常的短，那我们非常珍惜每一次给的机会，再次感谢我们的罗子大哥，以及我们的大头鱼的制作大头哥，还有。非常感谢我们的灯光音响老师以及我们的飞鹰大乐队老师，感恩有你们，也感恩在场的朋友们，当然有你们的支持哈，我们才可以一直这样子下去，对不对？还有看到非常熟悉的朋友们啊，茉莉，我有看到你，等下来后台找我啊。还有我们的大哥大姐们，谢谢。接下来也是安排几首福建歌，那这首福建歌呢，我知道说这里的朋友比较喜欢听怀旧的歌曲，那就安排这首比较怀旧一点的。送给大家，听完了就大家就会一定被成功，送给你，多谢。这首歌就秀光了。好怕转身
你的梦想歌，你的梦想歌，心出心里的加油。请你为我保佑，我一定讲信用，我一定讲信用。等我回来，等我回来，甲你保佑，甲你守。罗子大哥，谢谢大家，谢谢，交给你了，佩芬。哎，罗子大哥，你第一次上台啊？对对，要唱唱歌啊？我这东西给你啊，这是啊，留给你红包，我请了，我请好你，好你，行行行行行行，阿哥哈什么呀？啊，唔是唔是唔是，这 special 诶 ，special 诶，呀，互你轻轻轻，因为累你已经真侪了，所以呢，这个红包互你一份，这个福气啦，就内面是买表来啊，互你兴旺发啦，我互你是好诶，因为恁若是开投标哦，伊嘛是无惊去开，伊个人我知影，若是开投标，伊嘛是去见高台。哎呀，对对对，谢谢。若是去见高台，安那搁转来咧？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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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罗子大哥。谢谢他，谢谢。哇，他每次为什么他叫下单哥哈？因为他在我们的这个王雷大哥的这个平台哈，呀，每次哦，伊买物件哦，拢算清算清哦，一条鱼人是买一只，啊，两只、三只，啊，上加给你十只，啊，伊一个人哦，啊，会使买五十只鱼，还是八十只？三文鱼应该是哇，算千块的这样子在买哈，没有别的目的哦，就是为了支持所有呢在疫情当中非常艰苦的很多的这个艺人朋友们。那好，哎，那个十块等一下我要给啊，我还没有给钱呢，东西已经拿了，钱还没有给。好，各位朋友，那今天晚上呢，我们的元龙圣庙也有准备了本庙的发财红包。啊，这个红包呢，内面是三块的元宝。啊，这个红包给恁人请是十块甜油，安尼应该有了解吼。啊，这个红包红红，大家平安富贵。一世人，咱吼能力上的做会到，咱就来帮忙咱的这个本庙。啊，你哪会知啦？咱的这个本庙的开销啊是真正多。我们每一次呢做很多的活动啊，做很多的拜拜的仪式，也是需要很多的活动基金。所以希望各界人士、各位善男信女、各位大哥大姐，能够呢以行动来支持我们元龙圣庙的发财红包。啊，每一摆吼，每一个红包吼，阿官大哥拢是头一个哈。谢谢你啊，感谢你哈、啊！人讲好心有好报，啊，好心有好报。哎，那这个朋友哦，啊，上一轮哦，阿姨哦，他讲他请这个神庙的红包，保罗在丢三标呢。所以我们的元龙圣庙的红包也是很黑的，里面是拜六，对不对？里面拜六的马票，那里面呢是三块的马票，那天有涨空哈、哦，谢谢。等一下我还有一个十块要给你，哈哈谢谢。那请我们的理事会现在马上开始行动。那佩芬手上也有一叠啦，所以等一下大家要支持的话，我都会在台上。那马上呢，欢迎我们下一位要抽奖的歌手，掌声鼓励，欢迎杜恩惠。谢谢，大家晚上好，大家好。Hello， 哎，今天成绩书，今天成绩书较无小声。是。呀，这是你老母的啥？无啦，我背，我背。哦，你家己，哦，
你走出来，我想杜恩辉流不出来了。怎么嘞？哇，谢谢谢谢我们的，我又拿一包负离子大师的红包，谢谢。负离子大师很照顾你啊。是的，是的。听说你也有穿他很多的这个负离子的产品，对不对？对，我有穿他的裙啊，哇，他的 dress 很。真的是很 comfortable 哦，很舒服，舒服，对。啊，你多好心啊， comfortable 啊，不要空啊，舒服啦。因为有时转不过来，你知道吗？跟大家讲，我不可以给你幸福，但是我尽量让你舒服，知道吗？是是是，就是啊，对，我们负离子大师的东西都是不可以给你幸福，但是可以给你幸福。怎么？不是负离子大师的东西，你不要乱讲，是你以后跟你男朋友讲。哦 ，OK OK。误会啊！哎呦，人家人头得那，我看你啊，是得那人头。但是负离子大师的东西也是很舒服，也是可以幸福，也是很舒服啊。那是歌台赞助人，所以他那边有袜子，他的袜子呢，让我们的这个静脉曲张呢都有可以减缓，然后有衣服，然后衣服呢冬暖夏凉啊。我自己也有本身有在穿他的这个 T 恤，你晚上这种天气啊，冷冷啊，你穿啊，有助于这个很好的这个能量。它负离子就是好能量，能量一好哦，大家做事情就会顺顺利利啦。所以很多的衣服今天也是呢，有这个很好的优惠，当然还有负离子的帽子，还有我们的裤子等等哈。然后有绣的、没绣的，男的、女的都有，男款、女款都有，请大家呢多多的支持，好不好？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有时你网上买，你听主播讲，你没有办法摸啊，这个它的这个布料还是没有办法呢，亲手来感觉一下整个人好的能量。但是今天晚上你不仅仅呢可以 testing 呀，可以看一下摸一下呀，你还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负离子大师哈的两位帅哥在那边。很多位，还有美女也是，所以呢，今天好不好？可以到那边啊，有买没有买没有关系，大家结个缘分，到那边看一下，这颜色的选择也是非常的多，请大家啊，务必要多多的支持，有善于这个健康，好不好？大家不要错过了，这就是我们的负离子大师，是从2015年就开始哦，他的这个创办，而且呢，属下呢已经有帮助到很多很多的朋友，所以哦，一定要相信，好不好？大家请多多支持啊！谢谢阿姨的红包，谢谢。哇，你阿妹手瓜娘，红包都压阿妹出来了。大家也要多多支持这个发财红包。哎，是的，应该的，今天是十块啦。对啊，谢谢大家哦。谢谢我们美玲姐，美玲姐，美玲姐，美玲姐讲她今天的喉咙不舒服啦。哎呦，啊，你精致的啦吼，哇，就需要多多买我们负离子大师的产品，对不对？对对对，他有围巾。负离子的那个灯啊，围巾也是很不错。他的灯真的很好。哦，你要把这个家里的空气呢，都把它换成了好的 energy。对。那么，唱的第一首歌曲，我们杜恩为我们带来什么歌？来带来一首福庆歌曲，这首《早北的》。哦，哎，我很棒，好未来哟，快进来哟，恭喜啊！我们的佩哥姐姐真的是好口才啊！来带来这首歌曲《早北的》，送给大家。来，我这个放在后台先哦，美玲姐姐，谢谢。谢谢我们的老师。Oh,
歌，搁是福建歌啦，吼，你人就听听我的福建歌就好了啦。我讲的福建话，你人就听就好也是啦。吼，那很高兴呢，能够在这里呢，见到大家，也要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想事成，万事如意。也要谢谢我们的理事们，谢谢我们的台主，给恩惠呢这个机会呢，这里为大家献唱，也要谢谢我们的夏丹哥，以及我们的负离子大师啊，来收一下那个 logo 来啊，你看做到极美哦，洗净今天的歌台哦，你看我们的跟关一成老师在笑啊，因为他没有 Q 到他这样。好，谢谢谢谢我们的负离子大师和我们的夏丹哥，谢谢。那唱完了一首呢，其实福建歌走袂停啦，继续就为就为大家安排。这首福建歌也是啦，这首歌呢是我一开始出道的时候唱的一首歌曲，来带来这首送给我们的浩子雅，也就是歌，这首《心跑吧》，送给大家。Thank you.
唱的。这首哦，这首歌真的是非常感动的一首歌曲哈、哦，送给大家这首《心桃》吧。我记得哦，曾经哦唱这首歌，有一位阿姨啊在台下哭的。啊，这首歌真的是非常的感人，就是说我们的父母的辛苦啦，就是跟像我们一样，把我们疼成他们的手上的心头肉。那这首歌呢，也是《爱上河外耗子牙》，就是《心桃》吧，送给大家哈。好，那唱完了这一首歌曲呢，《心桃》吧。那在这里呢，也要谢谢我们的灯光音响老师和我们的乐队老师今天呢精彩的伴奏哈。好，那唱完了这一首歌曲呢，这首《心桃》吧。那接下来呢，就为大家安排这一首非常耳熟能详的一首歌曲，大家也可以跟着一起唱哦。来，这一首福建歌《爱搞下载听》，来自黄以玲的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感谢。暂时放在封面先哦，待会儿去拿。心也给
朵桃。朵桃。对对对对。朵桃娱乐制作。娱乐制作后给那个。在带什么吗？是是是是是。我在请你教我。鱼是河。哦，鱼是河。啊。乐乐是花喜。花喜不是花喜是欢喜。哦。乐是乐乐乐啊乐啊乐啊河乐啊制作。制作。制作。大头和龙记住，记住，对吗？记住是的，是吗？只差拖叫记住，哦。来，去问大头。哦，所以是什么？我嘛袂晓。我袂晓，袂晓。哎呀，那是 that's why。记住啦，记住，记住，记住。啊，伊逐摆有带吼，我会甲你照顾，头一日哦，就拍电话给你。是杜恩惠。就是杜恩惠了，对，伊被鬼蛇了，一个杜大头了。啊，杜。应该是我鬼蛇，我叫大恩惠。啊，对，个大恩惠。啊，你。啊，你哎，你帮我加一个，哈，啊，感谢啊。啊，你说会使帮大头代煮一个物件无？啊，会使，什么？诶，行行诶，行行诶，二十外块。哦，会使，会使，会使无？会使，会使，会使无？嗯，我分吗？你面臭臭未？开心，哈哈，我无面臭臭啊。欢喜啊，欢喜啊，欢喜，欢喜，欢喜就好。一道我损鬼了，一道我损鬼了。哦，损鬼了。一道来过无？好，来来来 ，OK， 就来来来，啊，来抽一个，唔包哦，甲杜恩惠哦，不用包哦。哇，臭臭老兵呢，臭来宾呢，啊，你个福建歌唱了真准呢，你个福建话一块一块。老谢，来啦，隆重来，妹妹，隆重，隆重啊 ，OK， 来来来来来。老谢，这个是五张哈，五张。哇，谢谢爸爸。来来来，画啦，哎来五个。sorry， 画画的啊，阿兄等下等我一下，好啊，这个阿兄是两个，哇 ，steady 了 ，steady 了，哇，恩惠一出手便知，哇，接下来在，接是咱旁边的男人帮，是，伊人无爱坐头前啊，无爱坐后尾，拢是个看旁边的，哇，对对对，我知道他们每次坐旁边，因为头前会较危险，头前有当时高点伊。高也飞来飞去，飞去飞落，所以坐边头比较安全。翔，不是你啦吼，飞起来。哎呦妈，你有来啊？今日，哎呦，你坐到后背了，无看你出声。我想讲你去倒落啊，你看。有生理，有生理。这好大头，大头。好好好。来，我会使加落去啦。啊，那你还要个大头嘞？你的头真大咩？真大啊！啊，你除了大头大，佫有倒落大。啊，无地方大。哦，所以他就大头，他的招牌。哎，吴宗宪的头也是真大。哦，对啊。偌 Q 的。哦。哇，还有电话刚刚放出来啊，93807651。哎，淑珍大姐，快点哦，记上来啊。哈哈哈。你电话你记得卡，你每一点你靠大头叫伊起来放尿，放放伊才困。哎，感谢感谢，好好好，啊，你去行动一下。啊，我去巡者。啊，我嘛有看哦，苏生有廿十块，苏生有廿十块哦。有啊，伊会手嘞。买啦，买，还会买。伊是伊的第一百买是无 ？OK OK， 啊，看你啦，随你啦，随你。好啊，咱恩惠刚刚服务五分钟应该搞定。会使。哎，感谢。啊，好，来。哎，拜了支持啊！啊，高多支持，拜了，别彪啊，兴旺发啦！发啦！哎，感谢。哇，我老母好红包，好我包大汉，感谢。来，安徽大理三亚白的四宝啊，今暝吼，咱的兴旺大理三亚白发财树，那我一颗呢，咱的钱生钱。支持钱，我们的镭射镭的这个树，啊来去支持哦，先讲大二三叶的发财树的朋友，会当吼年头发甲年尾，安徽大二三叶的四宝，有兴趣要请的朋友会使去咱的庙内，甲咱大二叶伯伊的金身。背一个包包来面请，那时候多落呢未了解、未清楚，会使去问咱前亚罗卡勒迪士的所有的隶属人啊、哦。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够去看一下、摸一下、支持一下城隍大二三爷伯的发财树哦，难得一见，我们的发财树可以问一下我们元龙圣庙的理事们，发财树在哪里？还有我们多利亚贝的这个四宝，好不好？他的四宝。那接着下来呢，今天是我们神明的大日子哦，所以呢，也要呢给大家唱一些神明的歌。那给这个歌手呢，这个润物呢，就是最恰到不
最佳的一个选择了。 OK， 那我们马上呢掌声来欢迎我们的何佩玲小姐。哎，各位会下来了，大家拿一下红包可以吗？掌声帮忙一下。 Hello， 恰到好处。对不对，恰到好处，恰到了 the break 了。这为之不过啦，应该是讲哦，啊，好利来求哦，就是呢最佳的选择。啊，那哎丢英雄了，因为我看到台下的人一直去抢，不用抢什么，我来是生锅啦，什么来的 ？Ice cream 啦，哦 ，ice cream，ice cream 啦，啊 ，drumstick 啊。drumstick， 哎，来这道真好嘞！啊，有歌听，有水啉，有物件吃，对，还有 ice cream 啊，冷的、烧的拢有啊！哇，我儿子来到更好笑，有的吃蛋糕，然后 DB 他拿了一包，连一个大包他也拿去吃，哇，变了！啊，弟弟啊 ，DB 你不用拿一包了，你可以整盘拿回家。每个人都看到了，你不用许了，整个盘都拿回家。长大了会有点害臊。对啊，看你的身材也知道你蛮会吃的。好了，完成任务了，谢谢董恩辉，谢谢、哦、谢谢你的帮忙、哦、已经完成任务了，太棒了，这最后十几包，还有我们旁边大哥，你看就跟我们支持了九包了，六七八九就请回家了，还要做幕后的男人帮忙、啊、谢谢你们了、啊、谢谢大家互相的帮忙、哦、啊，表情就是需要，那请能信路了，谢谢大家的帮忙、哦、给我们这个天游，对、啊、谢谢大家，活动基金，对，是啊，那我们佩玲自己本身也有这个活动于这个庙宇当中，所以她相当的了解，也非常的清楚，好、哦，所以大家的帮忙积少成多嘛，哈，对对对对，是。那、啊、今天我们有要求你就是唱一个《耗子牙也刮》啊，对，刚才来到有收到我们的老板，老板呀的这个要求，对不对？啊，你读了《耗子牙》，第是三牙白嘛。对不对？啊，大牙白你也要唱，啊，二牙白你也要唱，佮有甚物新的歌你会晓？成王公的有无？成王公的。嘛会晓啊？田都元帅有没有？田都元帅好像没有。哦，还有什么？然后刘公圣君呐、啊。哦。熊德公是吧？刘公圣君应该是熊德公。马帝嘛会晓唱，啊，佮熊德公啊，大伯公的你要唱无？都被刚还在学，哦、有 一首十二神歌是全部都唱到完，那个不算小，他不算小，耶 ，Bandersen 的 ，Bandersen， 还有就是妈祖，哦妈祖，妈祖牛牛的歌，哇厉害嘞、嗯，所以你哦，哇也是很有这个佛光，谢谢你，谢谢感谢啊，好厉害，我的腰，你的腰跟我小香真水吼，很细嘞，你的腰。呀，那个身材很苗条。他是为了给我们红包，所以他得绑紧他的腰带啊。是咩？阿哥，你不好每次给个性哦，哇，很大方，那你每天吃面包嘞，不要这样嘞。呀，你要自己要吃好一点。绑紧腰带，对不对？我们管绑紧腰带的意思就是说要忍住，不要吃哦，对不对？省吃俭用啊，对，省吃俭用。回来，你尽情活鬼，他的女儿有照顾他，放心。对了，那第一首歌曲我们来什么歌？就一首《耗子牙酒》。哦，耗子牙也这里、鹦鹉酒，鹦鹉酒哈，要唱得长一点啊，因为我们要唱得较长的。上好是说地高地白晒 ，1 2 3 4 5 6 7 8 9 10 地高地白晒。哎，讲爱好啊，爱好的啊。你想看卖，有一天你翁无转来，你讲伊爱好啊，我唱了伊爱好啦。哦，我好。我现在唱伊好啦，他爱好啊，爱好的啊，啊，他指他啦，对不对？啊，这样不懂是不是？刚才里面哦，跳绳玩回来，我不太清楚。好了，那我们带来这首《耗子牙也刮》，听了会平安。大家要吃的朋友尽量吃，那垃圾不要乱丢啊，请大家帮忙，谢谢。
人风阵阵到多济，好子书生叮咛在，点点好运共天下，神翁请阮。
然后能够保佑我们大家呢平安顺遂，事事都如意啊。好，那么继续安排了两首比较轻快的歌曲了。那第一首送给大家一首广东歌曲，一首《声响云中声》送给大家。听说今天都是要怀旧金曲啊，这首应该蛮怀旧的，希望大家会喜欢，送给大家。也非常谢谢我们的飞大乐队老师们。谢谢傅立子大师，也谢谢我们的大头娱乐组，我们的老板。Thank you.
谢大家送上的红包，我的声音都沙哑了。好，谢谢谢谢大哥，你的哥哥亲生哥哥，这么一个这样好看，一个这样，开玩笑了，开玩笑，开玩笑啦。啊，对了对了，一个，嗯，所以，对啊对啊，兄弟也是有分别的啦。好了，非常感谢啦，那也谢谢我们的阿哥给我这个机会，在这个舞台上与大家见面，非常感恩。好，那么刚才也是还有一首点唱，大家都熟悉的会唱，我们一起来合唱一首《往事只能回味》比较 techno 版本的，送给大家。朋友都能坐在你们的位置上，能不能够现在呢给我听一下全场的掌声，鼓励鼓励，很好很好，然后再来一点欢呼声给我们辛苦劳苦功高的元龙圣庙的全体理事会好不好，掌声鼓励。
谢谢大家，那也谢谢我们老师们的这个配合。所以呢，接下来这个时间开始哦，哇，唱歌呢就可以得到呢大家呢更多的这个注意力。那我们这个地方呢，常常一年哦都真多，那年纪的歌台啊，一孙的歌台也是真多哦。谢谢，谁给你哥哥啊？啊、哦，是啊、哦，真的哈、哦，你哥哥哈、哦、啊，你是大头啊，两个哥哥是大大头啊。哦，谢谢谢谢谢谢，不要 ，Mr. Go 啊，他们也是 Mr. Go 啊，哎，蛮像的，看的比较久。可是你哥哥很像，没有什么要认你嘞，他一直看嘞，好像谁是大头的哥哥？你哪是无欠用的大兄？不是啦，你老难讲的你，伊名阿毛叫无欠用，阿唔知上街好好无欠用啊。你若无欠用，你拢总好啊，拢总好啊，我真欠用啊。恭喜啊！那谢谢我们这个李氏未来哈、哦，谢谢你们的这个红包的鼓励，谢谢大家。哦，那你李叔哈，啊，真正无闲吼，啊，袂跟做大年纪吼，大家拢真正无闲，现在难得哈、哦、可以喘一口气，谢谢你们大家。那接下来呢，感谢我们大头娱乐制作，他安排了一点点的这个让主持人唱歌的这个时间，大家有赞成吗？鼓励一下，啊，我唱歌你老鼠在听无？哦，谢谢你老鼠在听。啊，你慢慢吃哈、哦，哇，这个、包的选择也是真多，啊，有莲蓉包，啊，有大包，有叉烧包，啊，叉烧包，谁爱吃刚出笼的莲蓉包？谁爱吃刚出笼的叉烧包？还有那莲蓉包，要猪油包，要烟熏包，要多少包，要应有尽有，广东包。哎，我还真的会唱哦，这一首。好嘞，那上一次呢，我们在这边呢，跟老师们呢合作的几首歌曲呢，都唱得非常的过瘾。那今天晚上呢，我为大家安排两首的福建歌，好不好？希望大家呢也会喜欢。好的，姐姐你要送我红包啊！哇，你已经有那这个负离子大师的这个手套啊，手痛哦，呀，现在哦不是手痛就是脚痛啊，所以你们要照顾哈、哦，呀要照顾这个关节啊，做工领导啊，撞到。哦，那你小心哈、哦，祝福您啊！希望这个负离子大师的这个手套呢，能够给你呢很大的帮助。好，谢谢你。好的，那大家都要照顾身体，谢谢。好的，线上的朋友刷一波爱心过来，给我们很多的 love， 给我们很多的一个大拇指，好不好？谢谢你们。那我为大家带来这首《爱情的力量》，希望你们会喜欢。好，见我送给你，感谢。
掌声哦！啊，这款歌哦，伫歌台哦，哇，永退不衰的，永久不衰，谢谢姐姐。哈，想唱？哈，国宾囝有唱啊？哎，你唱唱会离婚的，我无高音的，唔通我离婚的。哇，你要跟我求婚啊？哎呀，我愿意，我愿意。哇，谢谢谢谢。哇，怎么那么客气？谢谢，好美哦！哇，谢谢谢谢谢谢，这个是我的哦，这不是远景迎春的放后背过李帅哥的哦，我的是新的哦，我的是新的哦。啊，远景的给他都等了。哇，远景哥讲，哎呦，我很久没有收到花。哎，老板，我是一辈子还没有收到花，今年。谢谢你嘞，谢谢嘞。哎哎，谢谢卢新流，啊，你起来搞搞最近翕一张麦。啊，来啦！掌声鼓励鼓励。OK OK， 我愿意啦，我愿意，不要这样 ，OK？ 呀，我不可以给你一生啊，但是我给你一次，要不要一次？一次一次吃饭啊，吃紫茶、啊、可以啦。一二三。哇啦！哎，前面，哇！我男朋友真准备高音的，对吧？一拜天地，那我要拜那来哩！那还没传播哈？阿贵啊，安尼，恁会拜这个花哦？呀，恁爱准备两个，不是，恁爱准备两个，一个吼、哦、你要去收买我老母先。啊，第二个你送给我呢。我们罗子大哥是我们呢非常尊敬的一位好朋友哦，他非常大方呢，哇，很美呢这个花呀，谢谢大家哈，啊，谢谢，那、啊、希望你呢也是呢福星高照哈，幸福美满，开心快乐，未使头先我头家牛远景哦，伊破掉掉破三条歌嘞，我本来想我唱一条就好，这阵嘛都爱破掉，爱破的，唱第二条歌。哎呀，陈翔啊，你无来真拍算嘞，你无来咱有回收嘞，啊，你看你继续做你的兵就好了。哎，未使，我的陈翔的 family 有来诶 ，Hello brother and sister， 谢谢妹妹，你要不要？卖给你，明年用888卖给你。陈翔有镭啦，加加加加，不要紧的。啊，你要什么？他要这个哈、哦、，OK OK， 来888送给你，888。那接下来我要唱第二首的这个福建歌，哎，再一次的谢谢，再一次的谢谢我们的罗子大哥，还有我们的大头，我们的。阿郭大哥哈，还有我们的佩芬姐哈，跟我一样，谢谢大家的浓情厚谊哦，请咱来做国台，给咱这个机会，做这个司仪哦，阿郭给咱这个美美花，谢谢你。哇，那接下来呢，我要唱另外一首歌哦，姐姐哈、哦，上一次没有为你整首演唱，我希望今天可以为你全首演唱。这首歌我不是很熟，但是我尽量，好不好？我们带来这首《成功的条件》，谢谢你。心肝看着孤寂，风平浪静有
做什么代志拢会成功。那你元龙圣庙，保庇大家兴旺。哇，有保庇哦！哎，妈妈，这个对不？我收对不？对不对？是另外一位阿姨给的吗？第二个，什么东西？第二场？哦，你的二姐哈，哦，她的二姨哈，是吧？二姐、二姑，所以二姑要给我。三姑有没有给？所以今天是行我的就对了哈，不要紧不要紧，那是行三来也才提也才提，不要紧。因为我看他一脸很紧张。哦，是阿姐给的，好，谢谢谢谢阿姨，谢谢姐姐们，谢谢你们的这个支持，谢谢姐来。啊，我今天没有唱哎，今天没有唱这个无言花。你管爱吃不完，离开了后才来思念。哦，我起气太高了，谢谢你，谢谢你，下次才为你安排哦。因为这首歌很悲啊，很悲哀。那我拿很这个美丽的花束哦，又背不起来。谢谢你。好，那如果呢喜欢看佩芬主持的节目的话，星期一呢我会在 Holland 那一带，对不对？那星期啊。好，在哪里 ？Holland Drive 哈，大牌嘻嘻嘻哈 ，OK 好。那星期二呢，我会在大巴窑的地方呀，这个主持节目。这个海报还没有出来，但是星期二就是会在那里，然后陆续呢还会有一些歌台，下个礼拜，所以请大家多多支持，多多捧场。接着下来呢，马上我们安排下一位要出场的歌手，掌声鼓励鼓励，欢迎我们的陈杰乐哟。Thank you， 谢谢。在座每位嘉宾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阿姐姐你好，阿弟你好，你好你好。金花的怎样，阿弟对不对？高头大马，风度翩翩，风度翩翩的、啊、哇，玉树临风哇，第一次有人形容我到这么好了。福建叫金甲大哭，跟他接球掌就。哎、欸，平平，咱是新加坡人，平平，你嘛是食米，我也是食米。嘿，安那你的米食到安尼大粒，我的米食到安尼细粒。我吃的是过期的米。哦，你吃的是。蔡美玲姐，哇，给我的。哦，谢谢你，谢谢你。你又带西瓜，又带梨，又带那个不都是葡萄。葡萄还有西瓜呢，哇，谢谢嘞，谢谢。他应该是要点一首歌。什么葡萄成熟时？葡，这跟他都无囡仔的歌吼。什么囡仔的歌？这个是老歌来的。啊，老歌来的啊。啊，你要唱无？你喜欢怎唱的哈？葡萄成熟时。是这样的呢？好像不是呢。那你的葡萄成熟时是什么歌？我只是很熟，可是我想不到那个那个是你，你应该是以为我要唱那个蜗牛与黄鹂鸟了。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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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那个是蜗牛与黄鹂鸟。哦，不是葡萄成熟时啊，阿妈。阿门一棵葡萄树。哦。阿门阿门一滴甘。啊，他的歌词里面也有葡萄啊。啊，也是啊。啊，对对对，所以我一般错没有错到完。葡萄跟蜗牛与黄鹂鸟不相像了啊！对对对，那个歌不一样啊！对啊，你应该不是葡萄了，我应该是榴莲呐、啊，仙桃啊，仙桃哇，仙桃好嘞，仙桃。哎，之前我们的这个杰乐也是去当兵哈、哦，啊，当了两年的兵也是，是的，没有在歌台活跃，对不对？对对对，当完了啦 ，reservist 都去了第三次了。哇、哦，厉害嘞！啊，你今年有没有三十岁？啊啊，这边多高？这边很高啊！这么你要跳下去啊？三十减五啦，哦，你才二十，哦，我的天哪、啊！你不知道咩？阿妈，你把侬叫你十五岁啊，你十五岁生起来敢那五十二岁啊，天！天公是安怎安排的，我不明了。哎呦，我跟你讲哦，我出生了哦，真操劳哦，特别等到我五十岁，我不是安尼款的。你不是操劳了，你是真大苦啊！真大苦啊！应该是你出来核心嘛，办得真好。核心办得真好。你出来核心真好。啊！奇怪，伊老爸啊，无讲真大只，啊，老母啊，无讲真大只。是，应该叫那个。是不是因人亲生的，还是那啥贪球的？应该叫那个接你的那只吼。很可爱啊，身体都有健康哦。二十五岁 ，OK 啦。那我们的这个杰乐哈、哦、也有在开课，那么呢也有自己的一番事业，对不对？八单八单这样子啦。八单八单啦，是是是，很好很好。他每次呢都要求自己呀，不断的求上进。对，要进步嘛。对对对对。所以你今天感谢一下。对自己的要求会蛮高一下。对一下，感谢一下我们哥哥。
是的，是的，感谢我们的夏丹哥、大头哥，哇，今天的支持，还有负离子老板，哇，谢谢大家赞助这个支持。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把我们的时间交给我们短裤哎，来，杰乐大哥，你要唱什么？现在我大哥不敢当了。OK， 来第一首。杰乐短哎，那边唱什么歌？杰乐短。啊，第一首歌曲呢，为大家安排一首怀旧老歌，曲名叫做。浪子泪。今天的歌曲会比较 emo 一点啊，就是抒情歌曲，抒情歌曲。浪子泪都来抒情。啊，第一首歌会比较恰恰一点。OK， 下来的会比较抒情一点哈。哎，小心小心，可以吗？这个真好，伊搞了了哦，搁袂乱。好诶嘞。好诶，真欢喜。来，我们带来这首《浪子泪》。Thank you， 谢谢。不知不觉掉下眼泪，浪子的泪流为谁？故乡啊，何时重回？明年啊，我爹有狂有醉，流浪天南地北啊！我要接受责备，聚聚深深，只求你能了解。大师啊，大头哥哥的红包，非常感恩，还有大哥的红包，非常感谢。怀旧的老歌《浪子泪》送给所有大哥大姐阿公阿嬷、哦、都是一些比较怀旧的老歌啦，一些70年代的老歌。
好，那么今天呢，我也感到非常的荣幸呢，能够再次回到我们的云龙圣庙，庆祝成王大二三爷国宝诞千秋。那么呢，杰乐呢在这里呢，也要祝大家您身体健康，事事顺利，想什么都会心想事成。那么也要祝云龙圣庙兄会兴旺，好让众神明大力三亚别能够保庇大家兴啊旺啊。兴啊旺啊，兴啊旺啊，谢谢，要谢谢我们的大头直播室、大头歌台，还有我们赞助歌台的老板，我们的负离子大师。所以大家有空呢，可以去支持支持一下，因为负离子呢，对我们身体是非常有帮助的。OK， 那么下一首歌曲呢，希望大家安排一首，也是一首70年代的怀旧老歌，抒情的歌曲，曲名叫做《迟来的爱》，谢谢。是我们的飞鹰大乐队，以及我们的一风灯光音响。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许多年以来，我一直的在逃避，不敢面对你多情的关怀。今天，我终于鼓起勇气，向你表达我的爱。一段情要埋藏多少年，一封信要迟来多少天，两颗心要承受多少痛苦的煎熬，才能够彼此完全明了。该会明白我的爱，为何能从未向你坦白？多年以来，默默对你深切的关怀，为什么你还不能明白？不愿放弃你的爱，这是我长久的期待，不能保留你的爱，那是对他无言的伤害。伤痛的心一片空白，如何面对那迟来的爱？我知道一切都太迟了，明天你就要带着他走进结婚礼堂。我羡慕他，同时也带给你我最深的祝福。你应该会明白我的爱，虽然不能为向你坦白，多年以来，默默对你深切的关怀，为什么你还不能明白？不愿放弃你的爱，这是我长久的期待，不能保留。
Thank you， 德霞，一首非常抒情的经典老歌，谢谢大家带来非常鼓励的掌声，谢谢谢谢，感恩有你们。好，那么下一首歌曲呢，想让大家回味一下以前大家看的台湾的那个连续剧，就是八点档嘛，有《忆难忘》啊，有《娘家》他们的主题曲。这首歌曲是我们的老板特别要安排的一首，一首串歌吧，一首非常抒情，蔡小虎大哥的《八点档》，送给大家，让大家回味一下，谢谢。
的人，茫茫人海，阮是什么人？黑暗的路，无情路长，风的路上，阮是孤单人。一生的爱，为何来相痴梦？依然梦是难断，夜夜愁思离离愁，无奈心哪一通望，找无你我的希望，总是为我苦暗，为我痴情心冷淡。我面前的那条路，我的做一张梦，命中心中雨中无缘难两难。你难讲心难断，夜夜愁思离离愁，无奈心哪一通圆，找无你我的希望，总是为我苦闷，为我痴情心冷淡。我命运的那条路，我的做一张梦，也着心中雨中无缘难两难。我下一首《满面刀》，希望大家会喜欢哦。啊，谢谢大家，谢谢。这个主曲很好听哎，都是王世贤的歌吗？蔡小虎，哇、wow, ，very good 啊，厉害，他是蔡小虎，你是蔡大虎了。来，那接下来呢，马上欢迎我们的这个海南姑娘林丽小姐，来，掌声鼓励。Hello， 大家大家好，我是宝宝们，大家晚上好。哇，今天的歌手每一位都很会唱哦，啊，每一个都真高潮。哇 ，Hello，Hello， 阿多阿多，罗杰好，罗杰好，恭喜发财，恭喜发财。还有我们的主席，还有说李社，谢谢大家。哇，主席真高耶，能力也高。不是啦，上一次是因为陈翔和小弟在这边举办一个歌友会。啊，是是是，告别演唱会。没有了，没有告别了。啊、哦，我们有很快会见面的，想想我们等你啊，想想，想想，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那个歌怎么唱啊？想想，快来红包。包姐 Ella 的歌，哦，来，我又拿，哇，红哥，赶紧的包进去红包，好嘞，嘿，嘿，嘿，好嘞，嘿啊，嘿啊，嘿。谢谢，谢谢。哎啦，哦，好嘞，好嘞，出这个红包一大包啊，好嘞，赚多赚够卡嘴包，感谢啊。谢谢，谢谢，谢谢大家红包，谢谢。林小姐今天也安排了非常多动听的歌曲，要来送给大家一首非常经典。的怀旧的福建歌，福建山上好大家。准无你还能唱唱福建歌咧？准无？福建山准啊准啊！我不敢讲自己唱得准了，但是我已经尽全力了。罗杰好，来我们再来这首哈。阿秋，不要啦，乱来。阿芬，哇哇哇！阿芬，伊叫做阿芬，阿芬，啊，麦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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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麦芬，麦芬啦。海南人对我们的朋友称呼就叫做阿麦，阿哥，啊，阿麦是女的，就是女性的一个代表了，一个代表称呼，对。哦，不能不能，罗古代，罗古代啊，摩古嗨，不能不能，罗古代，罗古嗨。没错，我听到听到，我听到不啦不啦的。这个叫阿麦麦哦，阿麦阿麦阿麦，伊阿秀秀哩个叫福建歌，福建红白刷，红白刷，先给红包。谢谢听啊，谢谢谢谢。哇，姐姐你来你来歌台看歌台，好像要去香格里拉这样，很美。没问题啊，没问题，没问题。小心啊！谢谢谢谢谢谢阿豆姐姐。别看，听说你看，你迷路啊？迷路到这边来了。那那回去反省反省了。那你观众啊，前个比那个看水了。是，所以
咁是啊，所以我爱去反省。啊、没有啦，我等你卖情衫就去来了。你是非常专业敬业的一位艺人，好不好？谢谢你。来一首《红杯酸茶》给大家，谢谢老师。啊，弗里斯丹斯，谢谢你，谢谢。啊，你哥哥就是我哥哥，谢谢哥哥，谢谢。身体健康，阖家平安，阖家幸福，生意兴隆，财源广进，发大财！好，谢谢，心想事成，买马票中马票。那这样，老师帮我准备一下，神奇的马，美女特别点唱，有，你放心，等，听啊，看上来，是台上的四位宝宝。这位宝宝要求没有了，没有一首神奇的马送给大家，祝大家马到成功，心想都事成，万事都如意，好吗？谢谢，谢老师，洗手，洗手。谢谢阿朵姐姐，谢谢啊，谢谢。
赞助，还没拍照，哇，太珍贵了，谢谢，感恩。非常感谢你为我们几位歌手准备的礼物，太惊讶了，谢谢。叶安，叶安啊，你先叫我来新加坡好，叶安都无送伊啊，你大事的话啊！我啊，母亲节拿一支康乃馨给伊呢。你安怎猜嘞？我好像没有抢过，是真的。我嫁给我老公14年，他好像就是买过一朵花。他说：“你不是说这样吗？你不在于多跟少吗？”他老公很压力嘞，现在没有。老公啊，你乱乱叫，是谁家老公？你连老公都不来，乱乱认老公的，这里有很多老公啊。你到底要认哪家老公？你吓到了，来拍照，大头帮我拍个照，大头是大头哥哥，大头宝宝，谢谢。刚刚远景嘛，然后我嘛，然后丽颖姐嘛，哇，轻轻的一个吻，已经打动我。你要拍到很像高英雄啊，你看高英雄。谢谢我的罗子，谢谢。大家的都不一样啊，你的这个有这个粉色的这个包装。呀、yeah, 很美丽哦。哇，很会挑哎、欸。很会挑。那我今天也无意间穿了粉色的演出服出来。他看女人的眼光是可好的呢。啊。真的。啊、也看好你哦，天哪。啊、开心啊。小鹿乱撞啊，撞到我车了。你是应该乱撞一下啦，真的是。开心哦，哎、啊欸、你看。对不对？真的有心有心，感动哎！我没想到我也会有。哎，你明天生日啊？啊，明天。Ladies and gentlemen, one, two, three, Happy birthday to you. Thank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Thank you.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啊，祝你生日快乐！祝我生日。永远不会老，也永远不会倒。OK， 谢谢你的祝福，好像我是住在新加坡岛嘞。祝我们丽颖，祝你生日快乐！谢谢妹妹，谢谢大家，谢谢妹妹，谢谢。好啦，好啦，哎，还有歌吗？还有一首歌。好了，来啊，简单唱，全部在等特别来宾啊，你简单唱一唱，可以跑了。想听什么歌？醉茫茫，又是醉茫茫，跳个夜虫的。我唱的不一样的。OK， 好啊，我唱了阿庄，他会起来跳的。就怕你也起来跳啊！来了，我就要洗耳恭听一下我们的醉茫茫。谢谢。啊，你要抱住，要抱住的。抱住啊！每个人都要抱住。好。谢谢大家送上的发财红包，谢谢罗子大哥，谢谢你的鲜花，真的是感恩。谢谢大头，谢谢，我替我全家，替我老公，替我孩子，谢谢你。
谢我们丽莹，谢谢老师。Ladies and gentlemen， 元龙圣庙马上要介绍我们的特别嘉宾收彩。哇，老师，你都送我 present 啊，美丽啊 ，Thank you 啊，谢谢。来，我们今年度呢，得到我们夏丹哥以及我们的这个负离子大师的支持，正式礼聘我们大头娱乐制作，为你隆重的介绍我们 TVB 世界歌后王艺威，来，让我为你带来这首《安娜》，我们欢迎他。这样哭唤我，大家好。爱的情深万里相遇，我该用金山自己要你才为第一次你说这个誓言难听，而且是收录在黄一威首张专辑特别收录的双语版本。刚在唱的时候，台下我看到大姐说：“哈，这首歌跟我好点呢。”对呀、啊，大家都是听华语的，其实这首歌有闽南语的，就把双语版本送给大家。哇、哦，谢谢负离子大师，感谢你的红包。哦，谢谢大头哥的哥哥，大哥谢谢美女，哇哦，是小编飞鹰小编。
真的把飞鹰老师的照片送给我了，我说我要老师的照片，老师你看你们的照片，我带回家。谢谢，谢谢福晶，谢谢。好，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们，大家晚上都好，大家好吗？好，如果好的话，再让我听一下全场最热情的掌声，可以吗？一二三。哇，谢谢！今天晚上非常的开心，非常的荣幸，可以来到我们的元龙圣庙，一起来欢庆，也就是我们的城隍多阿利萨亚贝宝诞千秋。那非常的感谢呢，就是感谢我们敬爱的全体投江的总理事会，当然还有呢，就是我们庆凤歌台的大老板，感谢夏丹哥，还有就是我们傅林子大师，让我可以就是跟随着我们的大头娱乐制作，也谢谢大头老板，然后今天晚上来到这里为大家呈现我的演出。好，那下来的这首歌曲呢，今天哇好多的长辈朋友大概都该听经典歌曲嘛，对不对？那下来呢，特别的送给喜欢听邓丽君歌曲的朋友们，那也是第一次跟我们飞鹰大乐队老师来配合，把邓丽君的好歌好曲串在一起送给大家听听，有什么歌是不是你们喜欢的歌呢？来，先带上第一首歌，来也是邓丽君的一首经典好歌，一起回味，谢谢。
接二连三的出版啊，来，那接下来呢，我们今天呢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王奕威他的个人的首张专辑，对不对？今天也是带到现场。Yep, this is the DVD. DVD 流行出来，爱有迄只机啊，爱有 DVD 的机，可以唱卡拉 OK 的，对对，可以学歌。然后刚刚他唱的安娜，然后还有啊闽南语版。刚才你唱的是闽南语吗？对的，它是双语的，华语加闽南语。哦，我听以为你唱广东版的。喂，我在后台啦，拍谁？这个 speaker 在前面嘛，所以大家听得比较清楚一点。还有我们雄心酒店，还有很多他的主打歌啊，爱不爱，爱不爱。哎呦，你会唱？不爱我就不要管我心碎。是，就是里头有三首歌呢，是银城唱片范俊才老师为我写的歌曲。然后呢，就是还有就是大家熟悉的歌哦，我曾经爱着你家，我想有个家，这是重新编曲的摇滚版本。然后有新婚快乐，雄心酒店，情难舍，另一种相守，也是歌唱比赛的其中一首冠军歌。再来刚才听到的安娜双语版本呢，我特别收录三首哦，还有就是嗨嗨林青，加上陈马西刚，就是广东跟福建。沉默是金。对，再来就是谁能买到赚到哦。对，靠嗨都行的哦，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谁来爱我？那天有带来现场。那我们会请我们的财神道到台下去服务。是。那如果你 DVD 的机已经找不到的话，没有关系。我们有 USB pen drive， 对，这是 pen drive 来的 ，MP3 跟 MP4。车上都可以播放的哈 ，MP3 就是有歌，听歌而已，看不到野人。啊 ，MP4 呢就是有歌，嘛也是看到野人。对。然后 DVD 只需要10块钱而已。那如果你要可以卡拉 OK， 你要自己在家里唱，没有听到黄奕威的声音的话，就只可以买这个。好不好？那如果你要送礼，或者是家里自备自用，或者是只是一颗心想要支持他，全部买起来，那是多少钱啊？整套只需要37。哦，然后单买的话 ，DVD 10块 ，MB 3 12 ，MB 4 是15而已。谢谢你，我还以为你要买，你已经出来很多了。他买了。你香不香啊？谢谢排军大哥，谢谢你。谢谢。所以我们有财神到这，财神也会到你们面前去。如果他有意思要把我的歌声带回去的话呢？对，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啦。这是我。首张专辑，对呀、啊，支持一下哈。那他的好歌当然是大家呢公认的。那如果你们不了解这个规律，这个规律不要紧哦，也再给来看看这个，蒙蒙这个哈。谢谢大家，我们都很乐意帮助您。来，那接下来还有个人演唱的时间，我们陆续为大家唱什么歌？来，不会不会 ，kiss you kiss you， 嘎嘎不会嘎嘎不会，很好听哦，他的歌声。谢谢。来唱什么歌？哎，下一次我歌曲呢，带上一首经典的闽南语歌曲送给大家吧。来一首江蕙二姐挂嘴挂。清气来谢谢大家，已经买过的朋友跟你们致万分的谢意哦，还没有买的朋友投资一下，感恩大家的支持，也谢谢为我送上红包祝福的每位大哥大姐、帅哥美女，祝你们事事如意，感恩。你讲的最爱，还是给我。就爱死我啦，侬是爱上孤单，有泪嘛难熬，遐自然就真心酸点点，人情深切。是没在呀，那只是
事情落在眼后了，就像面对他了。只难过他嘴巴相信你自尊了，就是无奈的最大如果他却无关了，难道他最关心真心不在人头上，就像雨飞刀。真心不在人头上，就像雨飞刀。谢谢，谢谢，谢谢大哥，谢谢，多谢。谢谢大家的掌声，谢谢。哇，这首歌刚才在演唱的时候啊，有留意到台下很多歌王歌后啊，大家都也想唱哦。哎，这首耳熟能详的歌曲送给你们。好，那下来的这首歌曲呢，来，希望在黄奕威的歌唱节目里面啊，可以带着我们全场的朋友，就是穿梭不同的音乐时空。那现在这首歌曲呢，刚刚比较抒情的《好眼光》嘛，现在这首歌曲呢，我相信呢，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无论是长辈朋友啊，男女老少，还是帅哥美女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一首歌曲，来送给大家。这个也是收录在我的专辑里头，特别把两首大家喜欢的歌哈、哦、串在一起，重新改编的送给你们，肯定大家会唱的。会唱的话呢，也希望大家可以跟着我一起唱。Music， 掌声给我们的飞大乐队老师，谢谢老师特别为我写乐谱哦。Woo!也特别把这首歌曲呢送给全体理事，还有送给爆笑老板，谢谢夏丹哥送给你，还有我们的木椅子大师，感恩感恩老板的全力支持一下，让我今天可以来到这里。我曾用心对待爱着你，对我有真情，初次在风中与你相遇，心事吹风，你到底在哪里？不管什么如何被错过，如果这一走，你是否会想起我？似乎残忍，别当真情换成风。你总是如此如此如此的冷漠，我却是多么多么多么的寂寞。时刻的脸，你不可能。我会永远把你留在生命里，你总是如此如此如此的冷漠，我却是多么多么多么的寂寞。时隔多年，你我各奔东西，我会永远把你留在生命里。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在我
手机下的时候，我才不会害怕。谢谁起来谁不会想到家，可是就有人没有在，还是流着眼泪，只能自己静静在。我好实在，受伤不可以回家，值得不再再会，谁让我再拆。虽然我不曾永远的离家，但是我依然渐渐的长大，只要心中充满爱，就会被关怀。不怕那一吹，一切只能靠自己。虽然你有家，什么也不缺，为何看不见你留在想念？永远都说没有爱，整天不回家，相同的力气，不同的心理，让我留到你的家。谢谢情的掌声，还有你们的欢呼声，谢谢谢谢。哎，其实刚刚有说到理事会的特别点唱哦，老师不好意思，帮我安排一下《草原之夜》理事会的点唱 key 我不懂哎，女生的 key。谢谢老师。哎，夏大哥，谢谢。感谢感谢，今天感谢支持哦，让我今天可以就是来到这里跟大家一起同欢共乐。那今天晚上呢，仍然是如果大家喜欢听的歌，我都会尽量的带上。那刚刚有收到我们理事会的点唱哦，哇，那你历史无尽高调光，那我一定尽量的满足大家，大家想听的歌，大家喜欢的歌，我都会尽力而为，尽量的带上。那么下来的这首歌曲呢，也是来自咱们理事会的特别点唱，好久没有唱了，可以来点掌声鼓励鼓励，给一点力量吗？谢谢，来送给我们理事的点唱《草原之夜》。阿甘丁大哥大姐，我们一起唱。也谢谢你们的挥挥手杆，还有你们的小星星、手机灯。玫瑰的颜色多。
有钱花给四大美人，谢谢 你就是其中一位美人。谢谢罗子哥，不仅这样哦，他多么支持哎，他还买了你所有的 DVD 呀、啊，一手包办，黑红花啦！一个条件，一个条件，你今晚的 hotel room number 几号报出来？啊，不是他要去找你，是我要去找你。哦，我直接去你家睡可以吗？啊，可以可以可以。如果你不介意睡厨房的话，请你过来。MP 去 MP 播，快点快点，谢谢、啊、快点支持，谢谢快点买。谢谢罗子大哥，其实我觉得很感恩跟他认识的缘分，其实是在网上真的十七片哎，霸王 call 哎，感恩感恩。他又赞助歌台哦，龙胜千哎，啊，今天又送我送你天天有钱花。祝刘玲，祝刘玲身体健康 number one， 身体健康，谢谢万岁，谢谢你的支持。我跟他讲，赞助人这么多，他应该是 number one 了，没有人能够刷新他的记录了，还帮我们准备了这么漂亮的花哈，谢谢。然后哎，来最后一首歌，唱什么歌啊？这么快哦，呀、yeah. ，真的好舍不得，今天这边唱歌太 enjoy 了，我真的非常的享受每一分每一秒。希望台下的每位朋友们，大家也是，希望你们享受我今天的演唱。那再唱这一首歌，罗子哥，你有没有包错？新币他都花不到，下次零点就可以了，零点。啊冷啊！哦，他不用花钱，拿收住就好。真的，这些我们都不会拿去花了，是是，一定是美美的摆在家里。真的真的真的对啊，永远想到你哈、啊。感恩，谢谢。哎，谢谢感恩。来唱什么歌？好，来这首歌曲呢，大选老歌，刚也是收到点唱啊，然后特别送给我们理事们，也带给所有的朋友们，希望呢大家也可以一起来大合唱，好不好？空中站在指舞台，听到早晨响起，掌声。我的心中有些感动。好像初次的舞台，听到你一声喝彩，我的眼泪忍不住要下来。
持我的朋友们，谢谢你们，也感谢大家的红包祝福，也谢谢大家一定要的陪伴到我节目的最后一分钟，感恩有你们的支持。来，这首歌曲呢送给所有的好朋友们，我们亲爱的宣经理师，还有我们金风歌台的老板，感谢。好像初次的舞台，听到你一声咳嗽，我的眼泪忍不住掉下来。经过多少时代，经过多少等待，告诉自己要忍耐，丧失了期待。我心更明白，你的爱将与我同在，丧失了期待。我心更明白，更深相爱，你我的爱，丧失了期待。我心谢谢大家的包容，那我们下一场歌台再见，祝喜吧，感谢你哦，感谢咱元龙圣庙全体李叔阿兄，全体李叔阿姐，再见 ，Good night， 谢谢你们。哎，感谢感谢，别不用。